主席，我有其他事項。其他事項是我的其他事項，因為你未有入到嚟，就係我哋冇安排到。唔係啊，主席，咁規程問題。你可以講規程問題。你要指出邊個規程好嘛？我係針對你上星期。你針對我嗱，你針對我就唔係規程問題嚟嘅。主席，你真係好好地聽住嚇。上星期黃毓民提出要求休會討論行管會嘅保安問題。當時我問清楚你，我話即使係冇政府官員會列席嘅，你話係冇政府官員。事後你就話或者都應該有保安，你係由秘書處答我嘅。我今日要求話休會辯論係講財委會什麼東北嗰個撥款係完全混亂，完全係應該被宣布無效，亦都係譴責唔亮聲嘅。你就俾我嘅理由，你話不處理係因為冇政府官員可以列席呢件事，你咁樣雙重標準都得。我就已經叫咗秘書處咧，就覆咗你嘅。如果我做嘅事情係違反所有議事規則咧，秘書咧就會第一個話俾我聽，我係違反咗議事規則。第二樣嘢咧，我哋法律顧問亦都指出，我會違反議事規則。咁所以我做嘅裁決咧，係同秘書處同埋法律顧問咧係一齊去做嘅。我係冇雙重標準。主席啊，你俾人感覺咧，就建制派做乜嘢都係合規程嘅，民主派任何反對咧都係不合規程，即係你玩曬整個立法會而家好似係建制俱樂部。毛孟靜議員，我係同意你今次我同意你講嘅嘢嘅。其他事項我冇嘅，散會。